刚刚你用那个出口，刚刚你用的叫 B1 嘛。香港理工大学学生会的校一夫，应该是校一夫捐赠的吧。这个建筑也是香港理工大学的一个史物馆啦。唔系展馆啊，呢个系系咩 ？Design 嘅 Tower， 呢度 School of Design 呢度前面。哦、，Poly School of Design， OK。即系纯，即系其实好坏嘅。来一个厕所是吗？完整设计，完整文化。2019。Hello。今年咧就以往都系分开就四大个 design 范畴嘅，咁咧今年就院长咧就想佢哋打散啲。咁就變咗分主題，就係分佢哋 design of business。咁但係咧啲學生都想分翻開，佢哋係室內設計啊，還是係平面設計啊，定係嗰個設計咁樣。咁所以咧，你見到今年咧就換一換就，你會見到嗰、那個主題同埋嗰個本身 design business 都係有少少即係你要睇一睇清楚先知道佢哋係邊一科嘅。咁嗱呢度咧，一開頭咧就係全部都係室內設計嘅。佢哋叫室內同埋環境設計啦。咁就但係咧佢哋而家都好跨科嘅。你見到咧就算係室內環境設計咧，佢哋都會好 graphics 啊，會搞好多文化上面嘅嘢嘅。咁係啦，所以大家要即係細心啲睇下先知道其實佢哋想表達啲乜嘢咯。即係關於健康嘅嘢嘅，一個咧就係關於社會上邊，即係社會上有咩需要咧，咁啊叫做 social design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比較實驗味道啲嘅，即係可能為自己嘅，好想表達啲嘢，有自己一啲諗法，跟住就呼呢啲design 嘅嘢就表達出嚟。你見佢哋呢啲科學嗰啲全部都高咁當然啦，而家大家都知啦，即係佢哋都盡量係用呢科啦，要做啦，咁好多時都係啲上校做嘅。我跟你是差唔多嘅喎。但係佢哋就基本上就唔會諗過資訊工作，因為佢哋都搞唔到啦，佢都咁但我哋呢度就絕對有資訊可以做一啲嘢，咁所以你可以睇下佢哋有啲因為平面設計就比較少一啲商業啲嘅嘢，佢哋有啲係實驗。好，呢個就俾你解上去啊，有啲概念性嘅嘢咯，即係講話，我諗係即係有啊。因為攝影就少嘅，喺平時咁老師都同學就好認真咁去揾菲林，做出去香港形象嘅嘢咯。哇！佢會變成一啲街角嘅圖啊，變成一啲即係介紹啊，咁樣就會做得多咗。就文化多啲，文化多啲嘅，即係想宣傳第二種文化，即係唔係淨係話香港嗰啲。普通嗰啲粵劇啊，咩嘢文化咁，佢想講翻城市夜景嘅文化。咁啊叫識夜城。咁啊，講
香港而家嘅自己本身問題。咁佢唔係真係話做過幫政府做過嗰個形象嘅，佢係一個有少少控訴啊，有少少講佢自己諗法啊。佢覺得即係香港到咗一個咁大嘅階段啦，咁不如就做一個新嘅形象去講翻而家香港嘅情況啦，有少少説話嗰個感覺啊。咁佢就阿老師好中意佢咧。咁佢就好呢、這個同學好厲害嘅，佢自己試咗好多 material 啫，即係試曬板啦，試曬嗰啲影像落去啲鐵板度啦，做油票啦，做試即係好實驗地用唔同嘅 material 去表達佢概念啦。咁呢個係嗰個 material 用。好似係試曬個 test， 唔使做 test 啦。現有嘅即係設施啊，現有嘅資料裏邊咧，點可以幫佢去做一啲空間出嚟，去改善咗圖書館俾人哋一個好沉鬱啊、好悶嘅感覺咯。啊，咁啊去咗啲新嘅圖書館度咧，去。做了一些即係街屋啊，同埋一啲即係好似一俾人休息嘅地方咁樣啦。咁啊，去攞嚟做一個形象嘅翻身咯。啊，咁啊，老師就都好中意佢嘅 project， 因為佢啲 map 啊、啲 graphics 啊都好靚。同埋咧，我自己中意佢咧，因為圖書館係你去影相，你去入去咧都要申請好耐嘅。啊，咁佢就真係走去慢慢咁去處理曬所有啲步驟。啊，咁啊呢個同學都好值得欣賞。即係入去影相。係啊，影相佢申請曬。咁啊，都想多啲人去 recycle 啊，多啲二手嘅嘢啦。咁佢原意就係好想將呢個概念本身我諗後生仔已經有㗎啦，佢再想再推廣佢嗰啲，就俾班後生仔去盡量買二手嘢啊，或者係將二手個市場咧就包裝。咁呢個就係 second hand 嘅 branding。仲有一個 project。我睇佢 design 嗰時候咁多嘢 ，design 完之後咧，咁我哋仲有一兩個。應該有兩三星期啦，咁俾佢再執翻一個好即係好主義嗰啲啊，女性主義啊，殖民主義嗰啲啊，咁啊，呢個係我老師，好緊張，I just taking the tour， 好啊，做讀兩年嘅啫，佢哋主要係我哋叫 top degree， 即係佢哋喺第二度讀完兩年之後咧。就喺呢度讀多兩年就可以完成埋呢個學士學位啦，即係話我哋可能讀完電工啊，讀完啲商，咁啊再嚟呢度讀多兩年啊。咁呢一科咧叫做Interactive Media， 咁主力就係教佢做啲 apps 啊，做一啲裝置咁樣嘅啊。我都教過呢一科，咁呢一科前景就比較好啲嘅啊，因為佢哋出嚟咧就有啲騰訊做啊，有啲去做 startup 啊。
咁文憑設即係個 diploma course 咧，就包含四大科又係，有文包含兩大科，就一個就係互動媒體 （interaction media）， 另外咧就係、是information design。咁啊應該係三大科，仲有就係 video 咯，三大科 interaction media、平面設計同埋互動媒體，啊同埋嗰個读完就有些同学就会去翻我哋电影科 C 嗰度读三年班，有些就跟住 media 四年班，即系佢哋反映或者读 digital media， 咁有啲就去啊，查下啲就即系好出名嘅建筑师去。整出嚟嘅，全香港獨有啊！咁啊，獨有得嚟咧，就每一塊玻璃咧都要訂製嘅。咁啊，即係咩意思咧？即係話咧，每逢打風落雨，我哋都要漏水。跟住咧，保養係非常之貴嘅啊，因為佢每一不同颜色不同的 食品的健康指标。Thank you.
散曬。係啊，死我啦！篤唔到。多少草图才做出来的？这保洁车。来的一毛的，有什么区别呢？这有气泡。